一分钟带你了解本剧精彩内容。白三宝和几个刀客在独立队猜酒行令，被于剑发现，于剑命令他在院子里体罚一小时。白三宝不服，和于剑起了冲突，所有士兵都上来和于剑打成一片。振东听从于剑的话，开始整顿手下的散漫作风。振东和蓝云聊天，直言不讳说自己喜欢的正是他，蓝云不知所措，转身离去。日军再次轰炸潼关，子清打电话给上级要求增援榴弹炮，阻止日军强渡黄河。方娘闯进独立大队，逼着振东必须去麦乡，振东不允。你上事你都没说，我给你出上主意。对对对，行，我跟你说，你要是想不出招来，你陪我一块死去。那你说说。这事，这不是好事吗？这算啥好事啊？你说，好在哪儿啊？那姑娘人好啊，长得也不赖，对你娘还孝顺，干活还勤快。我私底下我想看过她。那姑娘屁股大胯宽好生养，那将来生起娃来是一个接一个，一个接一个，那就是个娃模子嘛。你说我咋就高兴不起来呢？那你说说，你有什么不满意的吗？我没啥不满意的，我就是没想过这事儿。我一直拿她当我妹子，你现在让我拿她当媳妇儿，我一想着我要跟她那个，我就不成，肯定不成。想不到你还有这么多道德，那你究竟你什么意思？我要知道，我还找你来干嘛？反正这事儿我不同意，你得给我想招。你不同意？你不同意，你娘能饶了你？我退一万步啊，要命的是，你不同意，你等于把人家姑娘给休了。你让人麦香咋这个混人嘞？理儿是这么个理儿。我现在是进也不是，退也不是。哎，你说我这帮兄弟咋就没有一个人跟我说呢？大家都商量好了，谁敢跟你说呢？那包括今天杜先生啊下的那棋，那都是算准了才走的这一步。人家那棋下的高嘞。你向谁说话呢？那他们人多势力大，小爷从了吧。不，我绝不从，惹不起，我躲得起。你去我家，把我所有的东西都拿出来，你就跟我娘说，咱独立大队这两天事儿多。也兴许时间长了，我娘能明白我的心思。啊，这个是你快去吧，我免你一死。哎，别动机器！我来这么半天了，你也不跟我说句话，我不跟机器玩，跟谁玩？啥事儿你快说吧。没啥事儿，就是想让你帮我跟马队长捎句话。我这队伍都拉的差不多了，你跟他说说，让我过去。
就你那驴骑马不骑的队伍，拉过去也不怕马队长笑话。笑话啥呀？我明白，我那帮兄弟和正规军是有点区别，但我也没办法呀。啊，你说就那帮怂，你也不是不知道，平时都自由惯了，我管着他们都费劲，你就跟他们说，让他们将就用算了。我就不信那万子青的队伍啊比我这儿就好到哪去了。比你们的好多了，有几个军队能像你们独立大队那样啊？你哥当年在德国上军校的时候，那训练要比你们艰苦的多了，没有经过严格艰苦的素质训练，还打啥日本鬼子呀？在战场上，你出枪速度比对方慢0.1秒，那就意味着死亡。这次去38军前线，亲眼看了我才知道，就因为咱们的战士携带弹夹的位置与对方不一样，在取弹这么一个技术性的动作上比对方慢了0.3秒，咱们的死伤率就大了。哎，你想啥呢？没啥。喏，给我。不要啊。你做的。啊，喜欢吗？专门为我做的，我肯定喜欢啊。拿些旧料瓶的，有点旧。我不嫌弃。还有那些。都给我的。啊，你有事求我？没有啊。这帮玩意儿没成怂。走了。你和振东这事儿也不能太急了。我不急，我想过了，陈东哥要是不娶我，我这辈子都不嫁了。就这样守着您过日子挺好的。他敢，借他个胆儿。娘的心我知道，你是怕我受委屈吗？我从小跟振东哥一块儿长大，他的脾气我最了解了。我想啊，他现在也不好受。他有啥不好受的？让他满潼关找去，能找着这么好的媳妇儿？他要是愿意，就不会让金财叔来家里拿东西了。要不再等两天？老话说得好，好事多磨。他要是还不认呢？那就是不认他这个娘了。娘，你可不敢这么想啊！我最怕看到的就是因为你这和振东哥因为我闹别扭，这别人爱咋说咋说我都不怕。你们俩要是呛起来，我跟娘说死了。也许是咱娘俩想多了，兴许明天太阳一出来，啥事儿都没有，咱一家还是高高兴兴的过日子。祖宗，哎，祖宗，哎哎哎，司马相爷，传我的命令，从今天起，无论是谁来找我，一律不在。啊！
是，这儿过来。对不起，我们这是三十八军驻潼关的独立大队，请问您有什么事？ 我是你们大队长，他娘找他有事儿。我们大队长去西安办事了，他不在。娘，行了，我也不为难你了。你们俩赶紧划，你们俩赶紧划。来，兄弟，赶紧划，划来了，快，赶紧，赶紧，赶紧，走，练，去，站，八，八，你的吧，六，二，对，去，喝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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来，大哥，敬你一个。来，大华，让着点啊，三哥啊！爸，六，喝！赶紧喝，喝完！赶紧喝，喝完！吃菜！好。嗯，独立大队白天不许喝酒，下不为例。通知伙房，已经过了吃饭时间，把所有碗筷都给我撤了。是，掌柜。 你咋怂吃呢？你说什么？我说你咋怂吃呢？出去罚站，军资一小时。我要是不出去呢？出去！ 那个瓜子样，对，看没看他干的那个样子啊？你看没看见？那简直就是个无赖啊！是嘞，笑笑气啊，笑笑气啊！他们就是这样，在江湖上浪荡惯了，不要跟他们生气啊！我跟你说，我来你们独立大队，我行了，不说了，明天我就走。可不敢这么想啊！你走了，郑东怎么办？你都弄不好，他就更弄不好了。再说了，这里还不像个样子，你回去了咋几个跟马队长交代嘞？ 好好睡啊！谁让你蹲这儿了？站起来！那像，站起来！那不像！站起来！你还敢打我？ 给我骗了！站住！都他妈反了！知道三哥？对啊。滚！ 快走！方振东，你看看你的队员们，简直就是一群乌合之众，是混蛋！对不起啊，对不起。我这帮兄弟啊，当然包括我也在内，平时都他妈死惯了。但你放心。 他们绝对不是土匪。
因为我们从来就没干过祸害老百姓的事儿。对不起，对不起。好，算我口误。我于建带了这么多年的兵，就没见过像他们这样的，有没有一点军人的样子？有没有？你消气儿，消气儿。说白了，我第一天看见他们，我就知道这事儿不好弄，因为这中间还隔了个你啊。 你才是他们老大，你说什么他们都听。在38军，马队长也是我们老大，但是在训练上，他马队长得听过于建的。方振东，在独立大队你能做到吗？你能做到吗？这就说到点上了，这就说到点上了啊！在你们38军呢，我是这么觉得啊，那就是家道一垄，茄子一垄，各管各的，该。 你于教官管的，那就于教官管啊；该马队长管的，马队长管。可在我们这儿不成，这个队长他，婚丧嫁娶、吃喝拉撒就眉毛胡子一把抓就全乱套了，对吧？我就这个意思。是嘞，是嘞。没关系，那我就不当这个老大了呗。那怎么成啊？ 训练的时候是于教官是老大，哎，这下来了就你是老大呀。以后在我们独立大队，能不能不要什么老大祖宗的啊？就是长官跟士兵。对着嘞，对嘞，那就是长官和士兵嘛。行，按你说的办。国有国法，家就得有个家规。 从现在起，只要是在训练场上，于教官就是你们老大。长官，长官，啊，就是你们长官。都明白没有？懂了。以后在训练中，我就是你们的最高长官。都听清楚了吗？清楚了。 今天动手打于教官的，站出来，跪下，给于教官磕头。跪下！白三宝，关紧闭。 老大，客，对不起，教官，起来吧，起来吧。哎，你可以训练了，入列。 全体都有。哎，我再多说一句啊，你过来。以后谁要是再教你学坏，你告诉我，我弄他。 明白吗？明白。回去，练吧。全体都有，报数。你们队长又不在？我们队长还没有回来呢。行了，你也别蒙我了。 我不找他，你就替我给他传个话，我给他3天时间，3天一到，我不管他咋想，马上回家成亲。别只给我看着，我听见没有？听见了。别忘了告诉他啊。哎，你娘今天可又来了，这个事儿你总躲着他不是办法吧？
我这不想着办法了吗？我今天事儿多，你照顾不了你，你别在这儿，你别烦我。走走走走走走。好好好好，我走，我走。队长，回去睡觉吧。可是于教官让我在这儿。知道了。今天白天这事儿，让兄弟们受委屈了啊！为你受点委屈是应该的，可看着你受委屈，兄弟们心里就不舒服。哎呀，我不委屈，只要是为了打鬼子，咱没啥可委屈的。要是真能打鬼子，咱就啥也不说了。可鬼子离咱十万八千里，咱是看不见也摸不着，天天就俩事儿：站队、望天儿。真不知道是为啥。开始我也不知道为啥，一直到我第一次遇见这小鬼子。那么悬吗？有，我倒不误看差工，打鬼子是早早晚晚的事儿，但咱得让人看见。我没别的意思，咱得让人看见，咱刀客打起鬼子，绝不比那些个正规军差。行，听你的，不早了，走点水。是。行了，好了，你睡吧。晚上多喝点热水啊，捂着，捂身透汗。教官把你给放了，你他妈跟我扯这个啊！老大，你别生气了，老大，给我滚！老大，滚！老大，你他妈都是瞎子，看见他干这个，你们不拦着？老大，你跟我出来！老大，你跟我出来！你给我穿衣服滚，听见没有？我有话跟你说。滚！啥时候的事儿啊？这他妈啥时候的事儿？你把他留下，那坏了咱刀客规矩；你留他，你也得死。老大，你听我说。你说，我看你能说出个啥来。你不在的时候，有一次押镖遇了土匪，他受了刀伤，那郎中是怎么看都看不好。
伤口烂了，一块一块的往下掉肉啊，那每天能接触半盆子脓血去，疼得他是满炕打滚啊。郎中也是没办法，就给弄了点大烟膏子，结果伤是好了，烟瘾也戒不掉了。每次发作的时候，死去活来的，让人看着是又急又气的。我也是没办法，就容了他。你是让我也容的啊？想让这一条臭鱼坏了这一锅好汤啊？老大，我保证，我保证他不耽误训练。另外，我再找点土方，让他尽快把这毛病戒了。这能接？要再出事儿，不用你说，我赶他走。都是咱自家兄弟，出来混口饭吃不容易。他带这毛病走，你让他咋办？你这不是逼着他去当土匪吗？行，那这事儿就交给你。我看他要是戒不掉，再捅出沙篓子。跟他一块儿走。都臭了，你闻闻。哎，那我自己洗。我没说不给你洗。我听小吴说，你跟振东又吵架了。这死孩子嘴怎么那么快呀？什么都往外说。又咋了嘛？不就那点陈芝麻烂谷子的事儿吗？我死看不上方振东。你这个做哥哥的就不能让着人家一点？我还要让啊，我还咋让啊？行啦，今天我碰到方姨了，方姨她跟我说让我去探探振东对冥婚到底是个啥态度，你说我管不管呀？不知道。我劝你啊。这事儿最好别管。他是你弟呀，你这啥态度啊？不是一个妈生的好吗？没在一个屋檐下长大呀。你要非要去帮这个忙呢，我不拦着你。反正方振东在潼关服气的人也没几个。嗯，那行，我回去想想怎么跟他说吧。我先走了。你咋还不走啊？行了，我看着你走。行。半天了，别哭了啊！一会儿人都回来看见了，你以为我把你怎么着了呢？咋了嘛？你还不让人家哭了是不是？你当初要不是因为说你不在了，娘也不想活，我能干那事儿吗？我咋知道你现在会回来啊？我想你压根就看不上我。没看不上你，那你天天躲着我干啥？你心里想这个谁不知道？我是真娶不了你，我拿你当妹子，这你也知道，跟亲妹子一样。那你说，你见过谁家的那爷们儿把自己妹子给娶了的？我来就是想告诉你。你和娘因为我谁也不理谁，你让我咋办？咋办？我这当年就应该死外头，死外头这啥事儿也没了。瞎说什么呢？都这时候了，你还开啥玩笑？啊，我不瞎说啊，我不瞎说了，你也别哭了啊，快快快！你管我你？哎，要不这样，过两天。哎，我亲自回趟家，我给娘赔个不是。我来解决这事儿，我不让你为难，行不？我不管你咋说啊，我就是不要
看到你和娘因为我，谁也不理谁。要么我今天晚上我走得了，我走了啥事儿也没有。别，你可别再闹了啊！你走了，那他不还得来闹吗？不是一样吗？再说你走了，那我娘能饶了我吗？还得活皮了我吗？那你让我咋办嘛？你就照我说的办呗，你就回家当啥事儿也没有。过两天我回去跟他说，肯定没问题。你得相信哥，哥有这脑子。你说的。还是我说的。你再说一遍。你先回，过两天我回去哄他，我不让你为难。你回去以后就别跟他提来这儿的事儿，行不？能回来。回吧。振东，麦香咋了？你又咋惹人家了？没有，没事儿，就过来聊两句。你有事儿啊？来，进来说。合着你在山西的时候你就知道这事儿啊？你咋早不跟我说啊？我这不是想给你个惊喜吗？啥惊喜啊？这能叫惊喜吗？啊？那是我妹。合着现在全潼关的人都知道了，就我一个人不知道，我不成傻的了？傻什么呀？那你咋想啊？啥咋想啊？有啥咋想的？那天天跟自己妹子在那儿……好好说话，整天都没个正经的。我想不出来。哎，我想知道你对这事儿咋看？我咋看？我觉得麦香那个丫头挺好的呀，人家要模样有模样，心眼又好，对你娘还孝顺。上一次啊，大家都以为你死了，麦香是为了救你娘才嫁到你们方家的。哎呀，那会儿啊，我还跟子清说呢，麦香这丫头啊，心眼实诚，这要是换到别人啊，还真不一定做得到。哎呀，我还挺佩服她的呢。你佩服啥呀？佩服麦香人好，这我承认。可是我一想，我要娶麦香当媳妇儿，我这浑身我就别扭。我打小就是拿她当妹子看，啥想法也没有。就算啊，她不是亲妹子，可是她不是一个劲儿的。那你啥意思呀？不乐意呀？现在乐不乐意都麻烦，我不乐意，我娘饶不了我，麦香还跟着难受。你说我要是乐意了，我得难受，我肯定天天我得躲着她，我肯定不带回家的都。这事儿躲得了吗？是啊，所以我说这是一难事儿。长这么大我就没被啥事儿给难住，就被麦香给难。哎，这事儿你有经验呀、啊，要不你给我出个主意？哎，要不然我问你几个问题，你要是能想明白了，说不定就有结果了。我想想就行。啥问题？你别乐，你快说呀。嗯，你看这样啊，在你最难的时候。你想的是不是麦香？在你最高兴的时候，想的是不是他？还有，在你做梦的时候，会不会偶尔梦到他？就这三个问题，你好好想想，先不着急回答我，等你想明白了、想清楚了，再告诉我答案。哦，明白了吗？明白。行。那我先回去了，你好好想着吧啊！我先回了。这管用吗？哎呀，管用，管用啊！
么早睡觉了？赵官，秃头啊？想点事儿。啥事儿了？杜兰云提了几个问题，我得好好想想。是关于你跟麦霞的？他咋就问的？事儿都跟你没关系，你老打听啥？那你想的咋样了？一脑子叫，想不出来。于教官，于教官，于教官，不好了，出事了！出什么事儿？刚才我检查枪械的时候，发现少了两支枪，问谁谁都不知道。少了两支枪啊！人少了没有？人没少，都在呢。集合！哎，这个事啊，有别急。别急，干嘛？这咋了？马上你就知道了。人到齐了吗？齐了。刚刚发生了一件非常重大的事情，我们独立大队丢了两支枪。本来就没枪才不丢啊！这样的事情如果发生在部队，那就是天大的事，是要被枪毙的。因为枪就等同于我们战士的生命，在前线，有时为了得到一支鬼子的枪，我们甚至要付出五六个战士的生命。说那么多干嘛？就问，是谁拿的？不知道。不知道的都他妈别想好过。好了，拿枪的人就在你们当中。因为这个院子没有进过陌生人，那枪他也不会自己长翅膀飞出去。你不站出来，我也能理解。一会儿解散以后主动过来找我，把枪给我追回来，我可以从轻处罚。可你要是不来找我，让我们查出来，那就别怪我跟方队长对你不客气。对，怎么弄死你？解散！我就日他个妈！你偷啥不行？你偏偷这两支枪！明天我见了杜根，我咋跟人交代？能不能别在那儿晃了啊？出了这么大的事儿，我也着急。可是你做事情是不是要讲究一个方式跟方法？你说你刚才那么大喊大叫，还说要弄死他，那谁偷了枪他也不敢站出来啊！那我查案，我还不能嚷两句啊？啊，就因为我嚷了两句就能成死案啊？要你查，你咋查？这事儿要查，肯定能查得到，无非就是费点事儿。其实咱们独立大队就这么两拨人，一拨是你带来的刀客，另一拨是……行，你甭说了，我知道你啥意思。我跟你说。跑不出去那几块货。行了，这事儿咱们就别张扬了啊，私底下查吧。哎，你咋在这儿啊？门卫又不让你进去了？是我不好意思。说个事儿，就几句话，说完就走。哼，看来我跟你说的那几个问题都想明白了。啊，不是那个事儿，那几个问题想了一半儿，就被岔开了。咋了？麦香的事儿？也不是，是独立大队出了点事儿。丢了两支枪，你做的那两支。
咋丢的呀？正查呢。我是怕万一找不回来，再跟你说这事儿，你肯定会生气，所以我这一早就先来跟你说一声。就为这事儿啊？是。那你回吧。要是能查得到的话，赶紧查；查不到的话，我再给你做两把。你不生气啊？生气？生气有啥用啊？赶紧走，我还忙着呢。现在说好了，真不生气啊？滚！找我，小心。从师傅死了，我就当了刀客的老大，多少年了？五年半了。我不想当老大了。我知道，论辈分，论资历，论年龄，这老大都应该是你当。你不服气，我也没办法。我呢，又带着兄弟们过了黄河，干了那么一件傻事儿，所以你当这个老大，应当应份儿。过些日子，把兄弟们叫齐，回祁东站，走个仪式，把这事儿办了。当老大这事儿，我定下来的事儿，没人变得了。好。但是独立大队大队长这事儿，我不能让。在这儿，我是老大，你得听我的。你要是还不服气，可以走，我绝不拦你。等什么时候我把小鬼子打走，我回祁东寨找你，咱再干刀客的营生。到那个时候，我要有半个步子，我就不是我娘养的。要是心里不服啊，那是假的。当年打你从房子上跳下来那一刻起，我就已经看出师父对你的喜爱了。师父临死前还特意叮嘱我，让我好好辅佐你。偷枪的事儿，白三宝干的，他也是后来才告诉我的。他也吓坏了，我押骗了。嗯。枪呢？卖了。多少钱？80块大洋。东山沟里，半支连。我给你150块大洋，把枪找回来。这事儿办不成，你也别回来。你想把三宝咋办？先关着，回头给他凑笔钱，让他走。他沾上了这玩意儿，没人救。哎，不辣，赶紧吃。这两天训练完累的。哎呀，哇，跟过来，跟过来了。这是花儿啊？哎呀，我没有。哎，就你个怂样子。吃，吃了，吃了。
啊！你们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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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你
在潼关这地方，我要是想找点啥，我还是能找的。单志连给我回话了。这要是在七通站，我不卸你一条胳膊，就卸你一条腿。我现在就算饶了你了啊！自己关禁闭去。老大，走。清早的，你上哪去了？那个杜兰林去了。我一猜就是个这。你这个腚沟子浅的呀，就夹不住个热屁。你不能等这个事情有着落了再去吗？那万一要是没着落呢？你那个时候再去跟他说，他还不得埋怨死我呀？你咋了？啊？你又夹着啥屁呢？放不出来？出事儿了。出啥事儿了？你说杜兰勇问过你几个问题？头一个是什么问题？我遇到难事儿的时候，第一个想起的人是谁？枪丢了算不算难事儿？算。你头一个想的是谁？他呀。哎，但这是两码子事儿。这怎么是两码事呢？按常理，你得等枪有了下落以后，你才去跟人家说一声，对吧？现在是八字都没有一撇，你就颠颠跑去跟人家说了，你为什么？你不就怕他生气，怕他埋怨你，你这成小两口闹气了吗？你这么一说，也是啊。这些问题我还真想过，我把这十几年的事儿从头想了一遍，还渐渐都能想到他那儿去。你就一点都没想过卖香？没有。你要死的时候也没想过？要死的时候，我光想着冤了，真的。行了，想吧。你自己想吧，我得去给咱们弄粮食吃。想吧。放我出去！
把他放出去！哎呀，认识我吗？马老二今天晚上就该回来了，我不难为你，你也别拖累我。我再留你最后一个晚上，明天一走，想去哪儿你就去哪儿吧。老大，你让我去啥地方？我这样子能去那儿吗？那是你的事儿。老大，我求求你留下我，在这儿我还能跟弟兄们在一块儿，还互相能有个照应。你说的是真好听。兄弟们要是照应了你，就都得让你给带沟里。老大，老大，老大，快开，快开，我先进去，我想去报仇，我先进去。你去打听打听，沾上这东西的人，有能改得了的吗？老大，只要你把我留下，我绝对不辜负你，我一定改。队长，二哥回来了。枪呢？也带回来了。你去准备点酒和肉。是。今天晚上再跟兄弟们喝顿酒，明儿一早就走了。老大，老大，我求你了，老大，老大！王小姐，于教官也给钱，96、97、98、90，反正不说了，只要都换成大烟土，够他抽个一年半载的。我就发现你这嘴里永远都冒不出一句好话。哎，他说没说？他想去哪儿？光顾着喝酒，又哭又笑。明天再说吧。我是想让他回西东寨，那儿咱还有点兄弟，多少能有点照顾。行。于教官，让你见笑了。这不光训练的时候让你操心受累，这时候还得让你破费。跟你们相处的这段日子，确实长了不少见识。我那会儿要是没上军校，没准现在也是你们当中的一个。嗯，那咱一定能成好兄弟。人都已经死了，你再难过也没有用了。我不是难过，我就是觉得我自己没啥能耐，
连兄弟都照顾不了。不说这个了，聊点别的。哦，哎，对了，我问你的，你和麦香的那事儿，你想的咋样了？你得给我个答复啊，我好和你娘交代呀。没想好，乱七八糟的想。你让我想这事儿，是个啥意思？啥意思？这我也说不清楚。说不清你就打个比方。比方，嗯，就比如我跟你哥吧，两人在一起的时候啊，也不觉得有啥。要是分开了，就会想着他在干啥呢，又吃啥呢，读了啥书啊。如果吃了啥好吃的，就会想着给他也尝尝。明白了。嗯，又或者像李达和你娘，你说他们分都分开了，你娘还在潼关不走，难道就是为了争这口气吗？那当然。我不这么认为。那你认为是个啥？不舍得呗，就是嘴上不说罢了。哎，我有那么一点明白了。嗯，有可能。嗯，那我再给你举个例子。嗯，这两个人在一起最重要的就是相互喜欢，相互喜欢才能在一起，才会开心。嗯，比如你娘和你达，如果两个人相互不喜欢的话，哪怕是天天绑在一起也都特别扭，就像你达和万子清他娘一样。所以啊，我让你好好想想，你要是不喜欢麦香的话，娶了人家把她晒在那儿，那就是缺德。我也这么想，真的，你说我可以娶她，我把她娶了给她晾在家里啊，那我成啥了？我想过，我好的时候，我坏的时候，我吃饭的时候，做梦的时候，我都没想过她呀。你就想出这么个结果来呀？嗯，这人跟人咋不一样呢？我该不会是帮了倒忙吧？帮谁忙啊？不是，哎呀，你再想想，还有其他人呢，你娘也算。你看我干啥呀？你该不会是想我了吧？我是你姐，你反正麦香这事儿，你得想清楚了。你不管咋说，你得给人家一个交代，啊！我先走了，你再好好想想啊。方振东的确认认真真的想了，可他每次能想到的都是杜兰云。他也被自己的想法吓着了。我这手头的事儿啊，是一堆一堆的，跟小刘子一双，我都全放下就来了。怎的了？啊？出事儿，出大事儿了！这回真的出大事儿了。麦翔，把你咋的了？这回是杜兰云，杜
他问了我三个问题。什么问题？在我最难的时候，最高兴的时候，做梦的时候，经常想的人是谁？那你想来想去，你想到谁了？杜兰云。可她是我小嫂子呀。你咋不说话了？你让我说什么啊？你这一辈子，你要是平平安安、顺顺当当的过，那他娘就不是你了。这房振东身上出的事啊，我都斜着、歪着，这都拧巴着。我也不想。你还不想？你想想吧，啊，你说说你啊，要买耗子药给日本兵吃，要把死去的兄弟送过河去，你要成立独立大队啊，就这些个事儿，你说给他们谁听，谁都觉着难嘞。但再难，我能帮你想办法。是，可这个事儿。你知道你弄的这叫什么事吗？你啊，这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啊！啊，一个在天上，一个在地下，你蹦着你也够不着啊！退一万步讲，你就是能够着，你也不能下嘴呀。那我要是想呢？你快把这想法烂肚子里吧。省事儿我都可以帮你办，这事儿不成。你要是想把那姑娘给办了，你能不能换个词儿？成。啊，你想跟那姑娘好了，你让人家他爹咋去说？你让你娘咋去说？你让万子晴跟麦霞咋去说？你让刀客们咋去说？你让潼关百姓咋去说？咋去个说？行，你可别说了。这事从一开始啊，我想过。打从有这念想起，我把自己都吓了一跳，所以我才跑到这儿。我想这吹吹风，冷静冷静啊。可这风也吹了，我也醒了。我觉得我想的都对呀。这话我信。但我的话也只说了一半，还有另一半，就是杜兰勇。你说你喜欢杜兰勇啊，你想给人家好。那杜兰勇喜欢你不？我不知道。还是吗？这不就剃头挑子一头热吗？你这一个巴掌能拍响？啊，你在这儿往上蹦啊蹦啊蹦。人家就待在云彩眼里不下来，你说你这不就是干着急白受累吗？哎，你说的这个我还是真没想过。算了吧，就当成是一场梦吧。谁在梦里不是搂着个貂蝉睡了？从今天起啊，杜兰云就是一张画儿。别在墙上看看，行了。哎，一张画儿，行吧。哎，我再说一句啊，就是今天这句话，你就别在心里，千万不敢再跟另外的人说呀。啊，你尤其是杜兰勇。我要憋不住。憋不住也得憋呀。你要实在憋不住，你跟我说。行。你的事儿你怎么总跟我说呢？不是你让的。你憋不住的话，你到黄河边上去啊。
你对着黄河，你说，你喊两嗓子。我对着黄河喊杜兰云。哎，啊，还有，卖香的事，你想好了咋接办？啊，这要是弄不好，能把你娘给气死。哎，你可别让我想了，怎么每个人都让我想了？我告诉你们。给我逼急了，我给你来个竹筒倒豆的，一个不留。那怎么？得再想想，再想想啊！咱们再想想。不行了，睡觉。进攻通关，哎，我这边没有伤亡，好，有情况随时联系。喂，警戒师部，师部吗？我找刘参谋长。参谋长，您答应给我们的榴弹炮什么时候到位啊？鬼子轰炸很猛烈，啊，已经在路上了。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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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越快越好。是。夏，哎，你们俩弄着啊，我出去一趟。去哪儿啊？别问了。你当心点儿。焦茶也吃着，不可能，你那么胖还饿，是个球啊！都快跑不动了，看着。你再来一个，你吃不了那么多。慢点，也不要站起来抢嘛。坐，都坐下抢啊！都饿死鬼了。嫂子来了！哎呀呀呀，你吃饭了没？正吃饭呢，是吧？来来，吃完洗欢。我不要，我不要，不要！哎呀，这馒头这减小了，大老远都闻着酸味了。娘跟他说两句话。嗯，在这儿说。屋里说，屋里说吧。啊，成。屋里说。哎，嫂子，屋里说。哎，你们都坐下吃吧，快吃吧，一会儿凉了。不要开，吃饭。你吃吧。你到底娶不娶那家？我都跟你说了，没法儿。哎，麦香是我妹。干啥呢？赶紧过来吃饭。方景龙要是立了起来，那十个方景龙都不是我。方景龙这辈子最怕的就是方家，从小到大，只要一说崩漏，那就是一顿毒打。哎，拦着！
拦着，拦着！壮子，壮子，呦呦呦，壮子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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行了！哎，你还真砸呀！砸，都砸了！我有的是，你都砸我身上！砸，砸！壮子，哎，不行了！砸，砸，砂，都砸了！壮子，壮子，老壮子。来来，你砸砸这个，砸砸砸砸，有能耐就砸！你行了，别闹！有人啊，这么多人看着呢，都拦着！哎，拦着！起来，起来，起来，起来！起来，起来，起来！起来，起来，起来！来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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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来都起来！都起来！都起来！都别看着，拦着点！起来！起来！壮子，